You guys got another French kiss? Snappy, go! Go! Go, go, go! So I know in Chinese. 我是香港的李真真武术学会的会长李真真师傅。 我也教过范子权，我的学生就是他的儿子。 从20岁到十几岁的开始跟我练， 现在也会打范子权，但是我看了你的范子权以后，我就觉得你打得很好，精气神很好，所以我很欣赏你，我想带回去给 我的学生也是他的儿子去欣赏功夫，就是这样靠学练，还要交流，还要模仿才能进步。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最好，世界上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，海外有天，天外有人。我看了你以后，我觉得学到不少东西，精气神很好，我带回去，我是香港的哈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Thank you.